明明是双蛋地图，为什么蛋蛋你可以这么轻松？你跳什么舞啊？不是你连着我干啥呀？你有病啊！就说自己跟着闹跟我想连你一样啊！行行行，我来跑，你给我垫箱子，给我垫工具，看好工具啊！包有默契，好，走走走。Okay。给你了，你倒是跳啊！我要是拦你们，箱子会自动出现我脚下的。大意了，大意了！走走走走，再来一次。走，箱子垫 ，OK， 跳，再垫，再跳，嗯，再垫，再跳 ，OK， 再给你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呀，这不就过来了吗？那狗叫什么玩意儿？可恶的臭蛋蛋，他居然对我指手画脚，他羞辱我！有没有加速鞋？加速鞋，给加速鞋，然后再给箱子了，预备，走。上一、二、三，哎呦 ！OK， 这个是啥意思？往上走。这个钩子应该是需要个弹板，然后钩子。你别跳了！我，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有点病烦。可以，来来来，准备好没？好了好了，来弹板，弹板，哎。等会儿，你重给弹板。先给你个弹板，然后准备好接钩子。看来这里不让用弹板，那我们只能用其他方法了。空气背包，钩爪，箱子，空气背包，过来啦！哎呀，我有点实力呀、啊，马叔。那必须的，这啥呀？这一关真的是浪费了我们可好多时间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最后一次了，好好好，这次机会，好好，一定是你道具给的不好。哇，我道具给这么好，哎，撞脸上了。哎哎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！哎哎哎，真有希望，真有希望！哦，果然，你就看这波道具给的怎么样？啊，一般了，这你管这玩意儿叫一般？看到没？你看这个菜单冲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这个，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过不去，我们就是菜单。那直接走得了。嗯。接下来这段路程非常艰辛，难度也增加了许多，就请大家静静观看吧。距终点已快了，和呆呆你配合也就一般吧。不过这家伙好像从头到尾都在说我笨呢，真是气死我了。OK， 这里全是箱子。可以走。天哪，我旁边是个挂饰。走。哇，哥们给道具给这么好，你说我是个挂饰？哇，土豆太好了，这不是挂饰，我太厉害了，好，这全是东西，制造的厨师。哎，啊！哒哒哒。
哎，你怎么突然给了个背包呢？你走啊，背包那边不行了。没背包了。哎，再给个背包。呜、哦！啊！哇！哇，我终于有脚了！哦，终于可以分开了！哎呀！哈哈，终于在袋底耍子分开了，虽然那些太累了，不过也蛮好玩的。喜欢的靶子可以找找蛋搭子一起，尤其是拿到道具的靶子，可以整蛊一下蛋搭子，也是非常有趣的哦。